就得吃热的，越烫嘴越香。南细北粗，东淡西咸，老家莆田的吧？东莆的还是梅州的？你每天睡那么晚，早上又要早起，我估计洗脸的时间都不够，也得出去买早餐，吃不了两口又得扔。这不是爱吃，这是不能不吃。有胃溃疡吧？医生是不是不让你喝酒？啤酒能喝吗？川崎六 R， 俗称小牛，最大扭矩11500，百公里提速3.6，适合有一定的公路赛经验的人，比如说你。对了，前避震有点漏油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还是懒得修啊？言多必失。少说话确实是个好习惯，起码不会让你老婆怀疑你。哦，对了，你老婆是下周十中的老师吧？你说，她要是知道了你干的这些事儿，会怎么想你，怎么说你？她知道？现在还没。我是在想啊，一会儿你到了该回家的时候还没到家，他肯定特别着急。其实我想知道的事儿不多，就3件事。有一个戴帽子的男的，也去过酒吧的卫生间，他是什么人啊？今天想起点外卖了，也不做饭。忙，没顾得上。你今天是不是取钱了？银行都给我发信息了。打印了点东西。打印什么了？今天下午3:10，晴天救援队接到一名求助，在环岛海域附近有一名男子溺水，
16名队员，历时3个小时，救援队终于寻获溺水男子。不幸的是，男子已无生命迹象，救援队将遗体打捞上岸后，移交给警方处理。后经确认，该名男子名叫钟耀光，目前事故具体正在调查之中。死的是小钟。完全统计，一个月内，下周已发生16起溺水事件。谁干的？姚琦。今天来过咱们家。他要干什么呀？他针对的谁呀？啊，你，我，还是林小曼？他是要杀人灭口吗？不会。想杀咱们的话，他会留下来等我们回来。我倒是害怕，关键是李小曼。别喂了，喂过了。哎呦，啥时候这么积极了？这书啊，以后少看啊，辛苦想象力。丁老师买。进屋学习去。他这个光吃馅儿不吃皮儿，你怎么不管他？说了，知道的都说了。之前去过酒吧的那个人他不认识，这个人啊，只是一个负责跑腿的。谁送的，送给谁，送的是什么，他一概都不知道。钱和东西也不会当面交给他，每一次给他派任务呢，都是用的不同的插卡电话。哎呀，他上面的人啊，非常谨慎。本来以为能钓条大鱼，没想到是个小虾。什么呀？我们在周边每个岛上都有人，他们在下周栽了一棵树，看着吧。虽然现在叶子小，但起码也知道是棵什么树。凤凰。怎么？哎呀，你说说这些人起代号，为什么都爱用鸟呢？妖姬、凤凰，飞得回去吗？会不会那只妖姬已经变成凤凰了？不能吧。凤凰那是百鸟之王，小妖姬还能说变就变？不会。领导，你说我们这专案组，我是不是应该起个代号叫水煮凤凰？不，碳烤凤凰，凤凰刺身，酸辣凤凰，红烧凤凰，饿了。别翻了，咱家没什么可偷的，人家不怕咱这点东西。李小满，老偷着用我粉底，我今天又发现我那个腮红好像有人动了，肯定谈恋爱了。好像没少。什么好像是？我看没少。嗨，咱俩操这心干嘛呀？还缺这点钱？
真要想干什么，出去买一盒不就完了？上头要不处理这事儿，不把妖姬抓起来，我肯定就不干了。他这人就是个威胁呀。他要是把我像小钟那样推海里，我也无所谓，我不害怕。那李小满呢？我怎么跟他说？我说你小心点儿，你上下学路上要是有人拿枪顶着你，你怎么跑？啊？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跟李小满。得了吧，你警察呀？我是他爸。你说这个事儿，要不要跟新来那个人说？不要。明天，我先去见见妖姬，看看他是什么意思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知道。他来把杯子擦干净，不是怕留下指纹，他就是想告诉我他来过。地址，他也给我留下了。你的，谢谢。这饭哪来的？叫了外卖。谁叫的？我订的。周围这么多家饭馆，你怎么老叫这一家？嗯，好吃啊。纳兰。嗯，你好像一直都在喝热水啊。我习惯了。习惯，对呀，就是习惯呀。来来来，马上把妖姬的档案调出来，我要他失踪之前棋牌室所有的外卖单子。老魏，你查地图，以棋牌室为中心，方圆10公里之内所有能送外卖的馆子我都要查。快，没事了。Thank you.
除了我和饺子，什么都没有。一个人的行迹、住所、身份，甚至样貌都可能改变，唯有口味不会变。通过统计妖姬的棋牌馆半年来打出去的电话，翻遍半年来所有的外卖单，可以从中发现点送率极高的是一家连锁饺子店的韭菜馅饺子，搭配骨头汤，外加一份海带丝。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这家在下周的分店在地图上挨个标出，再确认外卖员最远可送达的距离，结合饺子不能变凉的时间，逐一进行确认。老魏，老魏，你带第二队从下个路口走。收到。岛内不叫岛外，城市不叫农村。还好，我不懂讨老婆，要不你说我住在这种地方，谁愿意嫁我？树上有窝，你为什么要躲在洞里当老手啊？有苦衷啊？昨晚上啊，我看球，睡得晚，早着呢，我没吃早饭，我就不让你。小钟死了，他知道多少事情，你不让他活下去？嗯，咱俩认识多少年了？你在寻人启事上写18年，我觉得不到。这地方有其他人知道吗？你还想问什么？一股脑都问出来，我吃完了，全回答你。这么多年了，饺子，你还没吃腻？饺子呢，就得吃热的，所以我让他们送的生的，自个儿煮。先后排除了4家分店之后，只剩了一家符合的位置，十有八九，它就是妖姬的藏身之所。走。18就是18，17就是17，不能错的。你女儿多大？一算我就算出来了。如果今天不是今天，十几年前你刚到这儿的时候，你会后悔吗？你想说什么呀？十几年前再快的土狗都撵不上，现在不行了，真老，吃几个饺子都喘。李唐，钱没了，你得问后面的人要了。你要跑是吗？你跑不掉的，当叛徒的下场你不是不清楚。什么下场啊？从我受训第一天起，他们就拿下场吓唬我，看咱们跟看狗一样。他们有没有拿咱们当人看过？你那些说不出来的苦衷能告诉我吗？我看看我能不能帮得了你。除我父母以外，你是我接触最多的人。上面交代让我给你那些遭报应的事，你从来都不说不行。为你老婆，你能和我翻脸，自己再难
如果你摊上了我的事儿，找我来帮忙，我肯不肯帮？你敢吗？哎，有些事儿不是肯不肯，是能不能。你怎么了？我给我的饺子里下药了，不用找人救我，来不及了。记住我的话，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，做完自己该做的事回去。回家，记住，17年，11个月，03天。走之前，把你的指纹、脚印。是我，老段，饺子店查漏了一单，一样的骨头汤海带丝，不同的是点了一份生饺子。位置？就在你们前面那栋楼的201。知道了，走。叫法医，其他人警戒。是。
问一句您答一句，看着摄像头回答清楚明白同意就行。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了。嗯，为了维护合法权益，根据监管要求，我们将对整个销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，感谢您的配合。下面我将详细说明所有购买保险的类型、发行机构、风险等级、收益标准、投资方式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您说。我问一下，刚才在隔壁不是跟我说年化收益最少5.5%吗？这怎么写着3%呢？5.5%呢是我们平均年化收入，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到5.6%应该没问题。3%是最低的收益，刚才我已经跟您说过了。是吗？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开始吧。啊。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，根据监管要求，我们将对整个销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，感谢您的配合。下面我将详细说明您所购买的保险类型、发行机构和风险等级、收益标准、投资方式。请问我所说的内容您是否清楚？嗯，清楚清楚。由于理财保险产品管理运营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多种风险因素，因此根据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在您选择购买本产品之前，请仔细阅读以下重要内容。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具有一定的风险，本行郑重提示，在购买这个产品之前，投资者应当确保自己完全明白该投资项的性质和所涉及的风险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您说。我想去个厕所。丁老师，丁老师，听着呢，领导，我知道难度特别大，难度要是不大，我自己不就办了吗？妖姬一死，这条线就断了，只能排查各派出所的户籍，找到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唯一的办法，只能这么办。小气啊，没有跟你说我回来了。一回家就说了。如果真的是说了，刚才我叫你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意外了吧？那怎么才算不意外？是不是从现在起给我们安排工作的就是你了？好还是不好？以前都是妖姬直接联系李唐，有什么事儿告诉他，他再告诉你。啊，后座有个东西，你帮我拿一下吗？这要递给谁？送给你的，万象城专卖店的。你在橱窗前看过2次，都没舍得买。李先生，也没有想过给李太太送一个？你跟踪我？店里还剩最后一个了，喜欢吗？
像鸟儿一样飞过月光海港，看过山色极光，听过玉露悲伤，像鸟儿一样路过银河星光，错过烟花绽放，尝过失措惊慌，像鸟儿一样记得家的方向，人的人的模样却忘了飞不过时光，像鸟儿一样活得匆匆忙忙，爱得两两相望却不知终将天各一方，多想像鸟儿一样扇动翅膀展开对天空的想象，心怀梦想借着太阳的光芒风的力量，多想像鸟儿一样漠视前方拥抱着命运的无常，满怀期望凭着自己的臂膀梦的力量。叫我新竹，我是花莲。三个人，还有一个没到，他在哪儿？我们没有直接过来的船吗？为什么非要从福州过来？哼，还有我们几个人的代号起得莫名其妙的，有没有觉得很傻？哎，好饿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呢。咱们先去哪儿？房子找好了，屋里有吃的，咱们回去先吃一口。这鬼地方以前你们来过吗？咱们住的地方在哪？远不远？大同路。你平时话就这么少？不多。什么时候行动？今天。都叫你丁老师，可是在我看来，你还是当初那个花莲。从现在起，24个小时之内把人带回来。医院的路我已经踩过了，兔子在窝里。重复一次，目标。黄德明，导弹发动机技术专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工程师，专业技术少将军衔。每年都要从北京回湘祭祖，三天前因犯哮喘滞留下周入院治疗，预计1天后出院。花莲祖籍下周，接受过侦查和情报的相关训练，有基本的医学知识，懂外语，不善格斗，对牛奶过敏。这是你14岁离开以后第一次回来。桃园会说国闽粤沪4种方言，擅长跟车辆有关的各种技能，会开海内外绝大多数车型，也擅长跟踪定位地图和开锁。新竹，水性很好，懂枪械，擅长近距离搏击，有通信，还有问询的专长。我的计划是利用花莲对牛奶过敏的哮喘反应，
进入住院部呼吸内科的病房区，找到黄德明的病历，确定他的准确位置，换上医生和护士的衣服，想办法进入病房，找到机会把他带走。最好的理由是雾化治疗。带他去哪里？带他去做雾化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他的身边会有贴身的警卫，24小时形影不离。哎，雾化单带了吗？尽可能用最短的时间带他下楼。一切顺利，我们已经电梯。收到你们的信息之后，我会把偷来的救护车停在大门口等着你们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我们会在天黑之前把他带出下周。只要把这个专家弄到境外，以后就能让他给咱们干活。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，一条新路宽，一条旧路窄，咱们要分开走。我和花莲走新路，医院门口见。起来，快帮我去急救室。转回北京啊？不知道，上面安排的。完了，他们要带走黄德明，以后再也找不到他了。
尝过失措惊慌，像鸟儿一样记得家的方向，人的人的模样却忘了飞不过时光，像鸟儿一样活得匆匆忙忙，爱得两两相望却不知终将天各一方，多想像鸟儿一样扇动翅膀展开对天空的想象，心怀梦想借着太阳的光芒风的力量，多想像鸟儿一样漠视前方拥抱着命运的无常，满怀期望凭着自己的臂膀，像鸟儿一样活得匆匆忙忙，爱得两两相望却不知终将天各一方，多想像鸟儿一样扇动翅膀展开对天空的想象，心怀梦想借着太阳的光芒风的力量，多想像鸟儿一样漠视前方拥抱着命运的无常，满怀期望凭着自己的臂膀梦的力量。